哎呦我，好的好的，那个是小盘，来放放放，好的，哇塞，摇人去了，摇人去了，你今天走不了了。兄弟们，沈阳有啥好吃的，能不能推荐推荐？我这会儿贼饿，你知道吗？先吃把烤肉去，发了蜜。哎，我也不是过不来。198/24吧。200多是多少呀？就是刺身。刺身，咱不吃刺身啊。那198的，694啊，我就随便点啊。对，随便点。他可能还没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。牛小排，再录十份。安格斯黑牛胸，来十个牛牡蛎，来整整整整整，吃好的，吃贵的，对，咱得。嗯咱得让他知道生意的不好做，江湖的险恶。这条来十个牛三斤，来十个蒜香肋条，哎呦，来十个 OK 口服液，口服液，不穿成口服液吗？没了，我一点味儿都没尝出来。哎呦我，这是好的好的，好的 OK， 看着就兴奋啊，来往里暖暖，来放放放，好的，来往里放。哎呦我，这都是咱进的货，咱还炫着。哎，又来了！哎呦，上脑啊！看这哇塞不哇塞！哦，这才叫真正的猪肉肉！哎呦，马火大了！小酱汁一裹，我跟你说，太香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滋滋冒油啊！老口干料，这不是咱想甩吧？啊，哇！香不香？嗯啊，我这天天带你海鲜烤肉，你啥时候能安排啊？连站着都不要。哎，哇，哎呦，那吃橡皮筋呢？哎呦，嗯，杨猛来了，来，无穷的炫肉机器啊！走你。哎呦，这大楼又盖起来了。吃货加建筑师。咱这一锅多实在，你两片三片的烤，我跟你说，费劲。你没吃两盘，你时间就到了。嗯，我说这肋条的油脂是最香的。嗯，我很有肉。嗯。哎呦，最近小区好多人都问我，让我分享一下自己狂吃不胖的秘密。我今天也正式回应一下啊。嗯。撒点小料呗。哎呀，我去。我说会吃烤肉，他一定会点这个，烤出来嘎嘎嫩。我跟你说，走你，走你，哎，够不着了，哎，哪次说他看着你不慌啊？那慌啥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全国各大中小型企业 GDP 提升者，啊，没毛病。他们的实力也太吓人了。再整点，整点肋条、火牛五花，来五个榴莲，扇贝、桃子来十个，快瞎了啊！小点点啊，来一百个。完了，摇人去了，摇人去了，你今天走不了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去！你要扇你一下，你扇我干啥？我烫。哇！花和肋条。该说不说，你看小丽丽多漂亮啊！嗯，油光锃亮的。狂野菜吃肉就这么豪横啊！咱这下肉速度行不行？哇塞！啊，拍照片啊！北京家。好的，你的噩梦来了，小弟。来，这是剥虾吗？这简直就是剥削！什么玩意儿？你领工资那会儿咋那么开心呢？说这话我跟你讲。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大榴莲，哎呦，桃子，扇贝子，鹅肝肉泡饭，回本的饼啊，全是回本。老岳，不行，啊！是老板。牛五花，看这五花把油逼出来，我跟你说，吃的可香了。送你。哎呦，嗯，流了。哎呦，还是个温泉蛋。哎呦，挺香。没了，碰着，咱别的，注意点形象。走一个，干杯！哎，哎，好。嗯，哇，哎呦我的妈！这个战绩，老板应该没话说了吧？今年来东北，我们发现去年来过的好多店都莫名消失了，没了。按说这个餐饮，它应该是一片欣欣向荣才对呀。是的。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？也希望各位老板安好，明年再来的时候都在啊。高哥弟。